咱们家塞的苦日子啊，家长同时咱也祝三幺生日快乐啊。嗯，咱们这第一口蛋糕，四哥，四哥，四哥，你坐下，四哥。四哥搂他媳妇呢。你压他干什么玩意儿？四哥。四哥说：“咱俩还是赶紧入洞房吧。”你压死了。好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哥，你就这一个媳妇不压死了吗？好了，三哥啊，好了，三哥，来，你给老大的那个啥好好带着呗，给他俩合个影。哎，谁？给老大的那个好好带，正道的。哎，老大的不是好好带。啊。来，你俩看这里。哎呀，不是，看这，看这，看这，老大，哎呀，好。老大，老大，你别吵吵的瞅你，你哥哥俩是六啊，你哥哥，是不是？好嘞，你们结了吗，家人们？哎呀妈呀，别费半天之事，你们没结。三，三，你坐好了，三，来，咱们切蛋糕了，咱们来，坐好了，坐下，坐好了，来吃蛋糕。来，给你们拿盘啊。啊，印一份啊。